在今年疫情肆虐，导致冬季棒球联盟一共停办了三届。从2019年之后，我们停办了三届。那么今年中华职棒联盟成功复办第八届的东盟赛事。今年一共邀请了有6支的球队要在东盟的战场上来较劲。这6支球队分别是 CPBL 中职联队、台钢雄鹰、U23 中华队，以及 NPB 日职红白两队，还有加巴日本社会人联队。这6队分别是3支来自台湾的球队，以及3支日本的球队。东盟的期间几乎可以说是天天都可以看到台日大战。从今天开始，一直到12月17号，在洲际、斗六和台南棒球场要进行为期23天，一共55场精彩的对战。也邀请所有关心棒球的球迷朋友，在这将近1个月的时间进场，为所有的球员加油和鼓励。要看例行赛，要等到明年的3月底，所以呢太久了。现在哈、哦，先来暖身一下。谢谢大家，祝福大家，谢谢。谢谢掌声会长，谢谢会长的鼓励。那么同样的，我们来邀请教育部体育署吕中仁主任秘书，同样来到前方跟大家讲几句话。啊，敬爱的蔡会长，还有我们秘书长与会的各位贵宾，还有我们今天热爱棒球的球迷朋友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，好，非常高兴代表教育部体育署来出席今天的开幕典礼。首先再次的代表我们政府教育部体育署欢迎来自日本的3支队伍跟国内的3支队伍啊共同捧场竞技。教育部体育署这多年来一定会持续加强我们建构啊市级的人才培育，也会优化我们的球场。我们期待更多的国际比赛能够在台湾来办理。最后祝福我们比赛圆满顺利成功，各位嘉宾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谢谢吕中仁主任秘书的致辞。好，继续我们要进行的是今天两队的球员介绍。首先邀请日职白队非先发的选手以及教练团出场，掌声欢迎。
继续介绍先发第九棒一垒手100号林木莲。9番ファースト鈴木蓮背番号100。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今天的先发投手54号直江大辅。本日の先発ピッチャー直江大輔背番号一垒手7号何恒佑。继续要介绍的是先发第六棒三垒手5号王念豪。继续登场轮到第七棒左外野手11号周家乐。继续为您介绍的是先发第八棒捕手4号张翔。最后安排在先发第九棒的是右外野手82号冉成林。而今晚的先发投手安排的是背号46号邱俊威。先发投捕两个也都在牛棚做最后的热身准备。最后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总教练金秋王子高志高。接下来是唱国歌的仪式，请球迷朋友们起立，选手面向中外野。これから両チーム選手監督そしてゲストの皆様真ん中の集合写真を行います。好，我们看向前方的民朋友，好，来个微笑。第一排的贵宾，麻烦帮我比个赞，好不好？比个赞，谢谢。好，媒体朋友都 OK 了吗？好，谢谢，谢谢各位，谢谢两队的教练、球员，还有今天与会的贵宾。我们各队的面试顺利。好，等一下轮到曾仲威的火力棒送全垒打，送送送。
分开后学练打，砰砰 ，OK。但是呢，这个上期节呢，先帮他把第一支安打喊出来，安打，安打，陈守恩，全场一起累。带领公正的进球即可以出局。打击要轮到第五棒第垒手七号何恒佑。好，各位复习一下，球飞很远，又高又远，何恒佑，哦，呼啦 ，OK， 好，来，老师音乐一起来，谢谢。大家所是又得到了投手的三振，两出局之后，生活中每一段幸福旅程，请搜寻美国时光旅行家亚美达 Arizona。首先，上场担任打击的兵将伟介，最后选到了四坏的保送。Thank you.